那种叫做那种 baby hair， 因为他没有特别留刘海，所以他的 baby hair 还在。我也有。你有吗？我有、啊，这种就是 baby hair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也有。他的很多啊，你看。我没有很多、啊，不好意思。可是我没有剃头。你看他这么多、啊，你看。欢迎收看《牛奇》，我是妞妞，我们今天。想来看 New Jeans 专辑，因为我最近喜欢 New Jeans。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团体呢？最近在韩国快速窜红的一个新团，他们才出道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已经代言了非常多非常多很有名的大品牌，像是 iPhone、麦当劳、Levi's， 全部都是大品牌哦，实力非常的令人期待。为什么你特别喜欢他们？因为兔子。他们的 logo 就是这只兔子啊，很复古，很美式，很可爱。这是 Oh My God， 第一张专辑是 Oh My God， 第一张专辑就红起来了。那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 New Jeans 这个团体？对，他是韩国的新团，然后平均年龄只有在16岁而已，所以跟妞妞像同学一样的年纪。妞妞非常的崇拜他们，因为觉得他们又年轻又强大又可爱。对，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很多人都说没有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，那应该是你们忘记按下订阅还是选到收通知。对。一定要开启全部通知，才不会错过任何的对最新的影片。是每天晚上7点的影片，周一直播。我是秀慈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我们先从小的，我们之前就有拍这两个，一个13,000啊，里面会有很多张小卡可以用来估卡的。这个是低头跟 Oh My God， 我们先开这个。这个，这是我们在 Wismo 买的，是在宏大的。AK Plaza 2楼，如果大家去韩国宏大可以去看，其实它很多地方都有了。它这个店相对比一般的唱片行便宜一些，大家可以去逛。我现在还没有扫过 QR code， 这是迷你的歌词本，超可爱，它跟大的长一样。我之前说过。然后这个里面有这些歌的歌词，你来分享我看好了，因为我太远了。I'm so far。 第一张这是谁？这是 Minji Honey Honey Daniel 对 Herring 开眼，他们都是 H 开头的字，很多都是 Minji Minji Honey， 就是他们团的这个 photo card 里面有两遍、Daniel 这个他有那个包包 Herring 哦、开眼没有雷吧？没有，你喜欢谁？我喜欢 Daniel 啊，你看这个。对，但是你全部都喜欢，特别钟爱丹尼尔。一个小卡本里面就有这些东西。对，很多。来看第二个 ，Oh my god， 跟低头，它这个材质跟其他三个不一样，其他三个是纸的，这个是亮亮的那种塑胶，亮面的纸。对，开这种盒子最不能碰到什么事情？就是这个啊，有些人直接插下去，我就直接滑走。就是那个盖子不能凹到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太极的一个凹到的部分。Oh no！ 一样的那个 QR code。一样吗？都不一样，你看正面涨价，然后背面涨价。五。歌词的部分。对，歌词本。我们来开小卡，第一张。Minji， 后面都有他们手写的那个字。Honey。Honey。Daniel。Herring。Hyun。Hyun。Minji 是不是 ？Minji。Honey。Daniel。Herring。Herring。海眼，他们都是看这个顺序，真的吗？对啊，那我们要开大的了。它是有，他们每个团员都有一本这样，所以是5本嘛？有6本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全部的。Daniel， 兔子的巨大版，你是说这个的巨大版吗？对啊，超级巨大版。本来你还舍不得买，对啊，本来舍不得买。你看 ，New Jeans Blue Book 可以拿起来的。它这个是皮啊、喔。对。哦，你看背后一样，很像哎，那个风格。然后它是那种打开好像就是可以合成一个图案的那种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开，然后这个也是这样开，这样像开包厢一样。这个也是不能凹到，凹到会崩溃的。你傻眼？哦，开了，你看跟这个是一样的开法。真的耶？那里面有这些歌，该
好巨大，飞起。它里面有一本，它是用像回纹针一样的。它这是可以放在那个资料夹里的。你知道两孔什么三孔那个资料夹，你可以穿在上面。是留手写感的字，它写答案。很像那种学校的那种 campus 那种笔记本的感觉，有点像杂志风格的感觉。哦，它这边还有这个组员的那个游戏 U C I I I 什么，有点像是接龙唱歌吗？还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有轮流唱歌的感觉。所以这是他们的唱歌的歌词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点像是二选一的感觉 ，pick one out of two 啊。如果是你想要什么 A 或 B 之类，可是全部都韩文看不懂。这是 New Jeans Style。它这是有点像杂志本做一些剪贴的，有点手账感。还有这个都写韩文看不懂。它这个纸的材料是比较杂志，比较薄的。这边可能就要用翻译软体来翻了。他18岁吗 ？Age 18，哎 ，Daniel 18岁。这边有一些他的 profile， 一些他的档案、个人档案资料的感觉。Seat 是他的座位吗？是学校上课座位还是什么？他们的聊天记录，比较私人的部分，可能有更改过啦。什么你要去哪里玩之类的。啊，这边是他们手写的一些话，这个也都是手写的，他自己的笔记。第二本超巨大 ，Pop Up Book。哦，这个是比较像相片书，是那个 photo book 的感觉。有吗？有。哦，有，好。怎么突然那么多页的感觉？所以 Daniel 是外国人吗？澳洲人。然后他好像澳洲跟韩国混血。Honey 是越南的。好像跟韩国，他的头发很可爱，看他这边有这种婴儿毛，这种叫做那种 baby hair， 然后他没有特别留刘海，没有，所以他的 baby hair 还在。我也有，你有吗？我有，这种就是 baby hair， 对，我也有，他的很多啊，你看，我没有很多，不好意思，但是我没有秃头，你看他超多，你看，我刘海边罢工，不好意思。你看他还有说什么？那个歌是几分几秒？这个是 CD， 复古的那种 CD 唱盘，它上面是那种手写的感觉。你好像是白泽美。然后这个是 sticker， 哇、哦，你看这有兔子，有绿兔子。那是什么 ？iPhone 哎。对啊 ，iPhone 哎。它的背手机壳是兔子，然后前面，哇、嗯哦，这是不是可以剪下来啊？放在你的手机后面。背景卡吗？有点像哎、欸。有点像那种 Line 吗 ？Message。嗯。黄色的那个 Line 的 App。是吗？就是很像韩国在用的那个。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手绘的兔子。韩国的专辑都很丰富，对，很多周边，让你觉得开得很丰富。Photo card， 他写 Daniel 22722是什么意思？来看吧。哦，它里面全部都是 Daniel 的，我有看过这个。像身份证的，像学生证的。后面还有他的 message。Team New Jeans 哦，2022年7月22日，专辑发的时间。哦，这是他签名，好可爱哦。哇，这张卡是塑胶，其他是纸卡，有点像 ID 卡的感觉。哦，对，或者这个很多张，这是全部的，对 ，Mindy， 他这是全部都是黑白，也是 Honey， 嗯，这是 Daniel，Harry， 欢迎，超级丰富的，有值得买吗？非常值得买的。看到你的满意的笑容，所以要去看我专区吗？可以啊，等你整理好，我们来再去看。我已经布置好了，你看，好可怕，一堆眼睛。大家想看这个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说我们要布置。你说什么包？我们要布置这个包，这一个。好，大家如果想看的话，在下面说想要看包包 DIY，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。
崩坏眼睛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按下小铃铛的所有通知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。我们是每天晚上7点到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。那就明天晚上7点见喽，拜拜。这个兔子我们有拍一集去 New Jeans 的快闪店，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看哦，拜拜。好可怕，他还是去罢工好了。你的刘海太长了，要修了，因为太长应该都会往旁边了。你要修吗？等下立马剪刀长，然后剪他的。